戏曲，我是对面梨园的老板兼花旦儿。老板兼花旦儿、嗯、老板兼双面带，又唱曲儿又收钱，所以会看大姨。我还以为说看到我。他呢就是我的大王。梨花开，你走开，春带雨，你参与，梨花落，你花掉。各位，我们一起出发吧！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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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，让我来看看他的地方有什么线索。哦，全部都是我的话，我都没有发现撒话是他的哥哥，是他的弟弟，是哥哥还是弟弟？他是他的哥哥吗？弟弟哦，撒是弟弟，他哥哥哥哥串通好了，然后把我骗出来，他根本就不是在画我的人啊，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